我哋淨係睇歷史啦。之前上過一次，佢叫翻原班人馬上，一定係代表我哋玩得好叻。咁所以咧，唔會話我哋玩得好唔叻啊，好渣又叫我哋上啊嘛。所以本身佢揾翻原班人馬，我已經有強心針啦。咁但係其實有啲不公平嘅就係今日會玩狼人殺啦，我從來冇玩過。咁我知道，因為我之前留意阿超年個 IG 咧，佢有一段時間係個 story 90% 都係喺度玩緊狼人殺，所以呢個係我係會比較，佢會比較強，我比較蝕底。咁但係調翻轉講就係、是。我是一個演員嚟嘅，咁所以我覺得可以用演技搭救去呃其他人咁樣咯。頭先彩排有冇試過用啲演技去呃佢哋啊？有啊，都呃到，我呃到超年，但係令我驚訝嘅就係、是、其實超年佢嘅演技都好好。咁我頭先喺度講笑，如果我係即係投資電影，我揾佢做女主角，因為其實真係好好自然，唔浮誇，可以做文藝嘅女主角。但係如果玩啲 game 嗰時係咪都 band 嘅話，其實唔會喎，即係我覺得我哋尤其是呢四個組合啦 ，J Dub 啦，我啦，丁志哥啦，超年啦，其實私底下其實真係好冇所謂嘅人嚟嘅，即係唔會因為工作或者做嘢要我哋去到一個狀態，私底下嬲對方，我哋都真係好冇所謂，係啊。嗯，咁啊 ，B 個 band 而家好翻。嗯，有少少聞，聽唔聞到啊？嗰把聲。咁就因為之前去咗拍劇拍咗一個月啦，咁其實每次拍完一套戲劇或者開完一個 concert 咧，我都係三日內就病。咁今次仲犀利，一翻到嚟香港第二日就病，咁就病咗可能一兩日就即刻要再唱歌啦。咁但係唱歌嗰度好多女 fans， 因為佢係一個內衣嘅活動啦。咁啲女 fans 見到我好熱情，就衝過嚟擁抱我咁樣。咁但係其實我全身係濕曬。不是普通的汗，是發燒的冷汗，我已經覺得、很噁心、不是他很噁心，是我很噁心，然後很害怕他摸到我會不會覺得我噁心，為什麼一個女生可以這麼大汗呢？又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大汗到有味道、但是後來都不想那麼多了，因為他們真的很熱情，很快就好了，因為自己身體都是好的。